记得所有的动作，我们最重要的到后来就是要让大众真的懂得静心下来。好，我们昨晚呢，不管在家里，刚开始你可以训练静下来5分钟、10分钟、30分钟、45分钟，到后来每天保持都能够45分钟的话，假设都是双盘，从你的脚痛到所谓的硬到变色，其实我们的心灵的毒全部都从涌泉穴就排出来了，它是太不可思议了啊！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训练的，每次都要这样子的去安排你的脚趾头还有你的下半身呢，就会有希望了，会越来越活得灿烂。好，我们呢大概呢比如说做完45分钟了，有的做1个小时、2个小时都没有关系，最后我们就慢慢的呢要将整个人要回来的时候呢，一样我们呢下一个指令来自己叫自己的名字3次，是中月，是中月，是中月，我们用感恩的心，感恩天，感恩地，感恩，感恩人，感恩佛，感恩法，感恩身，感恩父母亲，感恩所有的师长，感恩所有的大众，也就是感恩佛恩、师恩、父母恩、众生恩。好，我们慢慢放轻松。好，我们将手呢很清楚的来，我们搓热来。好，对，好，阿弥陀佛一，阿弥陀佛二，阿弥陀佛三，阿弥陀佛四，阿弥陀佛五，阿弥陀佛六，阿弥陀佛七，阿弥陀佛八，阿弥陀佛九，阿弥陀佛十。好，我们盖住眼睛，好，透过真气一样呢，真气的互动，好，眼睛稍微呢左右拉长一点，左右拉，嘿，拉长一点，对。尽量能够去拉到呢，那个神经一定会越来焦距会越来越远啊、哦，不能太扁，就是再拉长一点。好，上面尽量能够拉到很上面，对，眼球尽量拉上去，嘿，再往下拉，很好，尽量拉，再去绕圈圈啊、哦，尽量整个神经都去拉，对，好，再换边，眼睛绕圈圈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呢，放轻松。好，我们现在手开始来拍我们的眼球。好，我们中指、食指、无名指，很好。好，我们现在在拍。对，我们一样哈，阿弥陀佛一，阿弥陀佛二，阿弥陀佛三，阿弥陀佛四，阿弥陀佛五，阿弥陀佛六，阿弥陀佛七，阿弥陀佛八，阿弥陀佛九，阿弥陀佛十。好，我们呢，一有空的话36下，哈，36下，对，好，啊，没有空的话就10下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拨，一样从眼头睛明穴开始拨，拨到我们的帅骨穴来。好，阿弥陀佛一，阿弥陀佛二，阿弥陀佛三，阿弥陀佛四，阿弥陀佛五，阿弥陀佛六，阿弥陀佛七，阿弥陀佛八，阿弥陀佛九，阿弥陀佛十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拍这个之前呢，哈，来，我们将我们的眼睛呢，一样睛明穴来按摩。阿弥陀佛一，对，眼头，阿弥陀佛二，阿弥陀佛三，阿弥陀佛四，阿弥陀佛五，阿弥陀佛六，阿弥陀佛七，阿弥陀佛八，阿弥陀佛九，阿弥陀佛十。好，换边，阿弥陀佛一，阿弥陀佛二，阿弥陀佛三，阿弥陀佛四，阿弥陀佛五，阿弥陀佛六，阿弥陀佛七，阿弥陀佛八，阿弥陀佛九，阿弥陀佛十。好，我们的眉头在主穴，阿弥陀佛一，阿弥陀佛二，阿弥陀佛三，阿弥陀佛四，阿弥陀佛五，阿弥陀佛六，阿弥陀佛七，阿弥陀佛八，阿弥陀佛九，阿弥陀佛十。好，我们来搓鼻子。好，将我们的额窦、腮窦、蝶窦、额窦，好，来鼻子，阿弥陀佛一，阿弥陀佛二，阿弥陀佛三，阿弥陀佛四，阿弥陀佛五，阿弥陀佛六，阿弥陀佛七，阿弥陀佛八，阿弥陀佛九，阿弥陀佛十。好，我们干洗脸，阿弥陀佛一，阿弥陀佛二，阿弥陀佛三，阿弥陀佛四，阿弥陀佛五，阿弥陀佛六，阿弥陀佛七，阿弥陀佛八，阿弥陀佛九，阿弥陀佛十。好，我们刺激我们的听会穴，嘴巴大一点，还尽量张大一点啊！一，阿弥陀佛一，阿弥陀佛二，阿弥陀佛三，阿弥陀佛四，阿弥陀佛五，阿弥陀佛六，嘴巴尽量大一点，阿弥陀佛八，阿弥陀佛九，
阿弥陀佛，好，快速，我们来用我们的食指、中指，我们洗我们的耳朵，快速搓。阿弥陀佛一，阿弥陀佛二，阿弥陀佛三，阿弥陀佛四，阿弥陀佛五，阿弥陀佛六，阿弥陀佛七，阿弥陀佛八，阿弥陀佛九，阿弥陀佛十。好，我们快速梳头，快速的，阿弥陀佛一，阿弥陀佛二，阿弥陀佛三，阿弥陀佛四，阿弥陀佛五，阿弥陀佛六，阿弥陀佛七，阿弥陀佛八，阿弥陀佛九，阿弥陀佛十。好，我们刚很多的运动了，我们现在开始来拍我们的膝盖内侧，好。阿弥陀佛一，阿弥陀佛三，阿弥陀佛四，阿弥陀佛五，阿弥陀佛六，阿弥陀佛七，阿弥陀佛八，阿弥陀佛九，阿弥陀佛十。好，按摩来推下去，推，好拉上来，阿弥陀佛一推，拉上来，阿弥陀佛二推，阿弥陀佛三推，不是哦，不是这样子用哦，是推了绕起来绕圈圈哦。嗯，那五对，推下去要绕上来，对，推下去绕上来，啊，阿弥陀佛九。阿弥陀佛十，好，继续，我们将脚伸直往外侧来。阿弥陀佛一，阿弥陀佛二，阿弥陀佛三，阿弥陀佛四，阿弥陀佛五，阿弥陀佛六，阿弥陀佛七，阿弥陀佛八，阿弥陀佛九，阿弥陀佛十。好了，一样按摩，推拉上来。阿弥陀佛四，阿弥陀佛五，阿弥陀佛六，阿弥陀佛七，阿弥陀佛八，阿弥陀佛九，阿弥陀佛十。好，来正面开始。阿弥陀佛一，阿弥陀佛二，阿弥陀佛三。阿弥陀佛五，阿弥陀佛六，阿弥陀佛七，阿弥陀佛八，阿弥陀佛九，阿弥陀佛十。好，一样推拉上来，推拉上来，都是绕圈圈的模式。嘿，对，很好。来，阿弥陀佛六，阿弥陀佛七，阿弥陀佛八，阿弥陀佛九，阿弥陀佛十。好，来尾中穴，继续，阿弥陀佛一。你不好拍的时候，就尽量可以用这个剁也都可以哈，我们的食指剁也都可以。对，阿弥陀佛一，阿弥陀佛二，阿弥陀佛三，阿弥陀佛四，阿弥陀佛五，阿弥陀佛六，阿弥陀佛七，阿弥陀佛八，阿弥陀佛九，阿弥陀佛十。好，一样来搓一搓，哎，按摩搓一搓十下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开始来做板脚，来整个脚能够板起来，好，脚板起来，脚板起来，哎，转板起来，嘿。板脚，对，板脚，好，尽量板，尽量往后，嘿，往我们的身体板，板脚，嘿，对，好，来，阿弥陀佛一，尽量往后板，阿弥陀佛二，阿弥陀佛三，阿弥陀佛四，王阳明的板功就对了，阿弥陀佛五，阿弥陀佛六，阿弥陀佛七，阿弥陀佛八，阿弥陀佛九，阿弥陀佛十，好，往放外放，好，尽量拉，好，拉平一点，将我们的十根脚趾头都拉平，好，再来尽量拉平。昆仑穴都着地，好，来，阿弥陀佛一，阿弥陀佛二，阿弥陀佛三，阿弥陀佛四，阿弥陀佛五，阿弥陀佛六，阿弥陀佛七，阿弥陀佛八，阿弥陀佛九，阿弥陀佛十，好，来绕圈圈，继续，阿弥陀佛一，阿弥陀佛二，大范围大一点，三，阿弥陀佛四，阿弥陀佛五，阿弥陀佛六，阿弥陀佛七，阿弥陀佛八，阿弥陀佛九，阿弥陀佛十，好，再继续换边，阿弥陀佛一，阿弥陀佛二，阿弥陀佛三，阿弥陀佛四，阿弥陀佛五，阿弥陀佛六，阿弥陀佛七，阿弥陀佛八，阿弥陀佛九，阿弥陀佛十，好，最后我们要两只手再配合来，王阳明再往前面扳脚，好，继续，对，能够尽量手呢碰到涌泉穴，好，在下面慢慢下去，阿弥陀佛一。阿弥陀佛二，再继续来，能够压到我们的涌泉穴下去。阿弥陀佛三，阿弥陀佛四，阿弥陀佛五，阿弥陀佛六，好，再继续往下拉，拉到你的脚后跟。阿弥陀佛七，阿弥陀佛八，我们不是要一样像那个位置这样子，嘿，内关穴，嘿，一直下去，嘿，再下去，对，阿弥陀佛八，阿弥陀佛九，阿弥陀佛十，好，继续再下去，拉到你的脚后跟。阿弥陀佛一，阿弥陀佛二，阿弥陀佛三，阿弥陀佛四。阿弥陀佛五，对，尽量拉到后面，对，脚后跟，对，就阿弥陀佛十，好，慢慢的起来，不急不急。好，我们先快速搓热我们的肾脏，好，开始，阿弥陀佛一，阿弥陀佛二，阿弥陀佛三，拉长一点，阿弥陀佛四，阿弥陀佛五，阿弥陀佛六，阿弥陀佛七，阿弥陀佛八，阿弥陀佛九，阿弥陀佛十，阿弥陀佛十一，阿弥陀佛十二，阿弥陀佛十三，阿弥陀佛十四，阿弥陀佛十五，阿弥陀佛十六，阿弥陀佛十七，阿弥陀佛十八，阿弥陀佛十九，阿弥陀佛二十，阿弥陀佛二一，阿弥陀佛二二，阿弥陀佛二三，阿弥陀佛二四，阿弥陀佛二五，阿弥陀佛二六，阿弥陀佛二七，阿弥陀佛二八，阿弥陀佛二九，阿弥陀佛三十，阿弥陀佛三一，阿弥陀佛三二，阿弥陀佛三三，阿弥陀佛三四，阿弥陀佛三五，阿弥陀佛三六，好，一切圆满的，来放轻松，整个手、身体、手脚都放轻松，对，这就整个以后我们出街的。全部都告诉你们了，所以你们可以分十堂课去教完刚刚以上所有的动作，这样理解吗？好，去跟他教导，那是不是有一些的
影片里面安插，只要安插一些音乐，安插呢理论当中的一些呢实际个案，这样子大概我们初阶的课程，就每个人一定要赶快自己至少找十个人就可以开课了，懂吗？哈、哦，因为你假设在这一生当中赶快去带，因为我们现在是这个时间很非常重要，很紧急，你只要去找十个学生，你自己就可以带。可以互相哦，比如说我们静语音老师，你们就找一找呢，就请静语音老师。假设是我们幸巧你们就是大家找一找就请他教，对不对？还是说田语大家教一找一找就请他教，或者是大家呢找一找就请苏美音老师教，或者是大家都找一找呢，哎，再请立三出来教，还是说大家直接找一找，直接就找家里来教，或者大家呢，哎，汇集起来十个人或二十个人没有关系，我们小班制四个人就可以了，就找玉美来教，还是我们要再汇集起来呢？我们就请这个嘉如来教，好不好？再汇集起来，召集一班呢，就是给嘉玲，就是我们的那雅婷教，再就是我们呢召集起来一班呢，就是给我们的玉川教，或者是大家每个人再集中起来呢，就教。请那个桂林出来教，这样子大家知道这个叫做互相帮助吗？大家可以理解吗？对，这样子你们就开始启动你们的累世的能量了啊！因为你要教，你才能够快速。好，以上这样子，今天呢，哈，来，我们将今天呢所有的因缘，我们用感恩的动作，好，来，双手合十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感恩，再感恩，无限的感恩，一切圆满。好，妙吉祥。好，我们现在发问问题。